在这张原声带里面。有一个 railroad， 有一个 railroad， OK， 分别要大一点的意思。嗯， OK， railroad， OK。I cross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down a pint or two of beer. I'm sinking. I jump the train like Steve McQueen. I'm the hero of my dreams. I'm dreaming. I'm steaming. There's a railroad running through. There's a railroad running.Time dreaming. There's a railroad, honey, running right through me. Yeah, running right through me. Running right through me. Running right through me. Right through me. 好听，谢谢。其实这张歌，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比较轻松的歌，也有比较颓废的歌，对对不对？你们自己有特别特别喜欢的？有一首叫《Raindrops》。哎，《Raindrops》，要听吗？这个出现在电影的什么样的状态？下雨，下雨。他们三个人在看着天空的星星，就突然、嗯、就下雨了。嗯，但是他就。放慢这个片段，就像慢动作一样，慢慢跑着，慢慢下雨，跟这首歌的节奏就配得太好了。所以导演那时候指定说他只要多长吗？当时有，但是我要讲，他本来这首歌他说跟整个感觉都不太一样的，这个比较现代，现代，对。但是他觉得很可惜，因为这首歌真的太好听，所以他就为了这个原因就放进去。所以你听整个，说他本来收到的时候觉得太现代，对他很喜欢，但是对不适合去电影，但是最后他觉得太好听了，还是要放啊，还是要放。嗯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很好听的 Raindrops。From the start, there was nothing but air.Only moisture in your skin and hair. We were moon, we were stars, and we were sand. And now we're children of a long lost land. And we all fall down. Yeah, we all而且我要反对一下，这首歌根本不是很 modern 啊，它还是很，我觉得跟可能我们当时有关联呢、啊。对对，但是很美啊，代历史应该，对对。而且后面的和音的感觉，那非常70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，怎么讲呢？因为有些部分真的有一点复古，有一些也不是，所以这好像混血一样，是是是是，也是混血的歌。好听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已经过去创造过这么多美好的音乐嘛，未来还有很多人要创造新的音乐嘛，所以所有的元素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大家互相学习的啦，对，互相参考，好的东西都留下来。对。所以我们刚已经听到 Solar 对于这个末日是没有什么担心的，然后呢，最近又很顺利，对对对，不管是
工作还是私生活都很顺利。对对 对你看我都没有问你嘛，对，你看你看这就讲他嘛，对对对，所以我都是完全，所以都放你嘛，我觉得是对对对对，是没有问题啊，所以都没有给你压力，对对对，好，最后还是要问你，哦耶，所以还是没有压力，没有没有，很开心，真的，最近我觉得天都亮了，对不对？天都亮了，天都亮了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世界末日，我觉得真的没有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刚刚好，对，很 fair， 对，我们才刚刚开始，刚开始就来了，对，就要走了，行，不行，我、欸、可能我们走到一个新的比较好的地方，哎、欸，不晓得，对啊。哦，所以还是要许一下新的愿望好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刚好商人讲的是末日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所以，对，有什么愿望？我什么愿望？我都希望真的可以以前的概念，是对人不好的东西就不再见了。第一，就带我们去进去另外一个新的一代。哦、对，我觉得这部电影，我都希望可以给到很多人一些的希望，因为这部电影最后都是讲希望一个更美好的、嗯、的未来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一直不知道他们那个在哪里拍的，最后那个湖啊，哎呀，对对，要问他讲台湾，他讲是台湾，对对对，他们说他要走很远。对，哇，那好多演员，对啊，好多临时演员、啊，对，特别没有，他拍摄的部，他们很辛苦，因为很重，对吗？所有的机器是，他们要很久才上，对，没有车上到山，就不能开车上去，用手。OK， 嗯哼，所以有机会还想要演电影吗？希望有啊，哪一类机会啊？对，我们会可能演 old dudes。其实我们很期待可以做。干嘛这样说嘞？old dudes， 没有没有，我可能那我要演 senior dudes。senior dudes， 我觉得活的就 OK 了。不止啊，你要活着，还要你还有小孩，对对对，对还要养他，还要花很多钱的。钱呢？你要看他、啊、OK， 我们干嘛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改话题 OK。嗯，我不知道，还是你不想花钱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钱是可以花的，没有。他五岁叫我去工作，我不要童工 child labor。他们很厉害，他们的手很少做的东西。他们是谁？他们小孩子。如果反过来，应该小的时候我们工作，大的时候休息去玩，去玩、欸，对不对？这说不定是一个好的题材。现在你觉得你小的时候有多力量，或者现在？比以前你小的时候更多，但是绝对不是五岁啊！五岁要叫我去工作，我一定 okay, 多一点，我一定觉得很讨厌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是题外话。其实英国是那个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他们都有烟囱嘛。对对对对，其实都是童工。对，但是因为很瘦小，对，他们可以钻下去，可是他们就会吸到很多，对对对，很多很多污染。还有当时他们觉得小孩子是脑子空的，你要放东西放进去，对、啊、是要教他们。Victorian Age 这个十九世纪，他们、哦、他们小孩子是笨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可以利用他们。对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原来每个小孩子他一出生其实有很多是是是是，对，嗯，也许他们还比我们还更有一点。对对，所以觉得我们早一点工作，再晚一点就可以退休了。早一点，像二十岁退休。好了，别说了，现在讲这个话是很无聊的，因为他们现在正预备，对不对？打起精神做每一件工作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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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台湾什么时候会有演出呢？我们25号，28号，对对，快了。Alexi， 对啊，就是演这的歌吗？对啊，只唱这十几首、欸。嗯，对啊。我们唱太短了，这边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会重编，对，现场的版本是做一个现场、啊、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很一个鼓手是 Don Ashley， 是亚洲鼓王，他会因为现在我们 solo 就扩大了，我们是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、okay. 现在我们是叫演出的时候我们是叫 solo trio， 很像一个 trio 一个 jazz trio 的感觉、嗯、所以他是一个很非常的厉害的鼓手、嗯、所以他其实我们放台的方法是我们有一点很像内的，很像的。通常你是看着观众吗？对 ，Jazz 通常是这样，可以看见鼓，对，那个、三角或者对方。所以现在我们是大概这样，因为我们要看见他打鼓。哦，我们他你三个一定要配合就对了。对啊。哦，那会有那个吗？会有佳佳？有，会啊，会邀请他唱那首歌。End of the 就唱这一首就对了。对，哇，真的。听到他唱，你根本都不会，你会觉得还蛮有希望的，对不对？
啊，不知道，但是听他的声音会觉得还蛮有趣。我们哭了，他录音，我们录音棚的时候，对，很感动，很感人。他以为外面，他不知道发生为什么那么安静，他出来以为他唱错什么，因为出来完全在演戏，真的吗？不用看他的脸，对，很投入，他唱的是真的很投入。OK， 好，特别的，很高兴。有接到你们的新的作品《骚人》的原创音乐制作，谢谢两位，谢谢龙哥，豪哥，干嘛？接下来的谈话即将改变你的一生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如果给你做一件事情，就可以改变地球，你可以多牺牲。你就怕死，来怕死不了。你说怕你真的很想要保卫地球啊，你有病啊你，就像我们这种英雄哦都有病。火红的快闪麦克侠现在又有大动作，不断挥舞着旗帜。It's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. 世界上即将会有一场洪水，只有一个叫诺亚的好人可以打造一艘船，带走他的家人和动物，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你又不是诺亚。让我吧，来，下去吧。我喜欢你。什么时候啊？豪哥，阿呆，救命啊！世界末日并不是地球的毁灭，末日只是时间的尽头。死了就什么都忘了，忘了就什么都像了。